是不是我挑了这双鞋，咱们俩就算人货两清了？行，那就这双吧。我记得我还欠你一个人情，要不今天一起还了。您好，请问需要帮两位介绍一下店里的新品吗？不用。可以。哎，就按你说的，收鞋两清。麻烦介绍一下。哎，好的。小姐，您看这双，这双是我们店里的新品。今天是去我家还是去酒店啊？我爱去你家。今天啊，我换了地儿，可有意思。你干嘛呀？等我。啊？啊？在哪儿啊？刚才那鞋店。小姐，您要是不喜欢这双，我给您换一双吧。您看这双您喜欢吗？不用了。就这双，包起来吧。哎，好的，谢谢老板。走。你不问我干嘛去吗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去那边逛。刚刚不是已经选好了吗？我又没说只送一双。您好，拿好您的鞋和卡，欢迎再次光临，慢走。你到底在找什么？鞋子呀。你绕了一大圈，一家店都不进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我送你的，别的地方买不到。要不然咱们直接点，一次性了断。走。你今天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妈妈在哪儿？妈妈在哪儿？妈妈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了？跟妈妈走散了。跟妈妈在哪儿走散的呀？在里面还是外面？里面。在里面。第二个。终于是躲过去了。要我说，你们俩不如分手算了。哎呦，分手也不是不行，这不是还有一块工作吗？那你还记得妈妈的手机号吗？宝贝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终于找到你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行，别回头。